为人熟悉的天星小轮已经启航差不多120年，是为了方便港岛和九龙的居民通勤而生的交通工具。现在设有尖沙咀去中环和尖沙咀去湾仔两条来回航线。由于疫情的关系，天星小轮申请加价。2023年1月，行政会议批准这两条渡轮航线，在2023年4月3号起开始加价。不久不知，天星小轮逐渐由往返维港两岸的交通工具转变成为旅游景点。天星小轮航程更加2009年被国家地理旅游杂志列为人生50个必到旅游景点，重获美国旅游作家协会评为全球10大最精彩渡轮游首选。不久不知，同其他载客船相比，天星小轮是没有厕所，因为天星小轮每次的航程都很短，所以没有提供客用厕所。不久不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尽管战情严重，天星小轮仍然决定将渡轮维持有限度服务，帮助疏散那些仍然在九龙半岛的难民。随后天星小轮的服务就停顿了3年8个月，是成立以来最长时期的停顿。以上的天星小轮冷知识是不是不讲不知道呢？